来来来来，拍下拍下。好恶哦、喔！我们来玩闪电吉他怎么利。可以？他怎么可以做的那么像喷？快点！来了，房产给你，自己决定要不要玩。哇！干！哦，他的味噌汤是那个。对。哪个？鱼的那种味噌汤。还行。鱼的我就不行接受。为什么讨厌吃海鲜吗？不是，我不能吃，我不喜欢吃水煮的鱼。哦，你喜欢用煎的或用炸的呢？我最喜欢吃，干我，我最喜欢吃那个清蒸鱼了。干水煮的真的不好吃。水煮我也觉得，就普通。干，好恶心哦！干这碗汤真的很恶心啊，我受不了。嘿嘿。不，干我吃到快呕吐了。鹅鸡狗跳是什么鬼东西？那个啊。这边味噌汤真的是不太行啊，可能是不符合我们的口味啦。不合口味，我们喝太习惯喝那种传统的那种真正的味噌汤，其他邪门歪道我们喝不进。这也不是说邪门歪道，搞不好它就是一种味噌汤的料理方式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有这个可能性。有啊，所以我在挑里面的蛤蜊来吃。欸，我商店挑不出来是正常的。正常。好，没事。原来只是累格了一下。我今天真的在当公务嘴脸。公务员嘴脸。舒服啊，好爽啊，根本没事做。现在应该也很少人会去公所吧？没有啊，现在去公所。没有，几乎都没有人会去居公所。干，真的很恶心啊！干这碗汤，不要再喝了，我感觉快吐了。没有，不会，它的蛤蜊是很好吃的，但是哈，但是就是很恶心。看它的鱼真的很恶心，我真的是超讨厌吃水煮鱼，我干。刚喝汤是好喝的，就是味噌汤的味道，但全部加在一起就不太行。嗯，他那个鱼肉真的很恶心，感觉可能就是我不喜欢，可能别人觉得很好吃吧。反正我感觉鱼皮真的很恶心，鱼皮真的很恶心啊！感觉什么鱼啊？为什么鱼皮是黑的啊？干，我觉得一定是鲈鱼，百分之百是鲈鱼。一定是啊，鲈鱼水煮的味道，有的人不是很喜欢。我干，鲈鱼就只能拿来炸。嗯，不喝干，早知道跟他换饮料了。嘿嘿，干真的很恶心。
干，我要换一，我要换一组耳机了。为什么你耳机、你耳机又换了？没有，我的耳机罩开始脱皮了。哦。啊，它是无法拆的啊，所以只能换一个。没办法。没事啊，这个也用很久了，也用回本了，回本了，也用两年多了吧，差不多了。这个电子产品，几乎天天在使用的东西。吃药。那个隔壁的那个阿姨都感觉都很喜欢我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？就因为她就是想聊天的人，然后我就跟她聊天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啦，快来，看到快啦，呼啦嘿呀！好久，好久了，大小花啦。你就不要铜牌就好了。我不是铜牌啊。等等等等。终于是进了。I thought you'd never. Let's do this.啊！怎么都是这种角色啊？玩坦啊，玩坦啊！玩个赛恩吧。你不玩坦吗？我玩贾克斯啊！我不能选赛恩啊！赛恩跟那个赛特我都选不了啊。那你可以选阿姆姆吗？阿姆姆我可以啊。啊，那你玩阿姆姆吧。阿毛毛 never pick me. 玩个坦吧，玩个坦比较实际。敢选猎地啊，不然选不死之窝冲阿小、啊、真的选不死之窝不知道在干嘛，感觉握不到人哦。怎么那么多？六等、七等、八等的、啊。
啊，你谁叫你要开小号？啊，你是谁啊？你小号就这样？不是，我没有想到，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弄账号，我没想过。而且可能刚玩没多久啊。LOL 都出那么久了，还有新手哦？还是有啊，还是有。就像新的小朋友长大嘛，一定会从跑吧卡丁车开始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现在都开始玩传说对决了。你不可能一次就直接越级打怪啊，你懂吗？就像你一定，就像你懂吗？哪个？就像你不可能小时候先去开法拉利，才跑回来开跑跑卡丁车一样啊。我是不会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富二代的孩子会不会啊。一定不会啊，这我不好说啊，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。是好啦好啦，你说的对，有道理好吧。有跟不说瓜呢，傻小不说瓜啦。哪一家固掉？一定有人是非洲线。全坦就对了，操！我出全坦，对面就拿我们没办法了。好了好了，撤退！不，叫你撤退了。干，你的血怎么那么多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出余烬嘞，这体质的关系，你直接多我快100块，啊不是100啦，多我100。爆！来，爆！哇哇，干你是智障！我帮你打。医者笑话。完了，有种来啊！来啊，不来啊，螃蟹！干，吃黑黑，好吃！哇，这个我哎哎，嘣！点头！哇，我们跟鬼一样！哎哥！打一打，莫名三颗头，一样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们跟狗一样，对面都是菜，起兵啊！不要，哭，被哭死了，嘿，回家吃补包，铁鬼在浪啊，铁鬼。血鬼在浪啊！还敢浪啊，血鬼！哎呦，一折，哇塞！没事，开始！啊干！擦一下！出鱼镜吗？啊，出蓝盾好了。看来这波有人要惨死，有人、啊、别进场啊，干智障啊！
还哭，那两个。我今天怎么感觉肩膀有点重重的？不太妙、哦。英灵战车，我们英灵又有战车。天哪、啊，战车是对面啊！我们没有战车啊。我也是战车啊。李欣没买装备。他不想买啊，他卖掉了。笑烂了，哎，回血，装啊，操！我要撞喽，我要开撞，等他们推过来，等他们推过来，撞谁撞谁，就撞伊泽瑞尔。哎、欸，他走位，我走位。蹦！喂、欸！哎，伊泽！嘿，伊泽一直进进出出啊！我也一直进进出出，你奈我何？瑞斯，哎，牛皮，单方面的屌虐啊！纯粹是虐菜。李信出一个水星鞋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看过，这个操作我没看过。鬼不加治愈。我现在才发现他鬼不加治愈。哎，我 out， 我卡 out。妈的，瞧不起我！卡 out 啊！嘣！啊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来你妈来！干你们全部人都在后面看戏，操！这个也是好烂哦！那个不会死啦，干那结果超烂的，会不会玩？哎，这边新手场嘛。啊，就出来了。干，难怪我觉得对面特别烂。这样都没中，好烂！开车，顺路吃个补包。我在扛了，我在扛，扛好，扛满了。没事，我一次吸三个伤害，舒服。我直接把他锤死了。可以借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跟你借。我小号排好久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小号打一场，我要排五分钟。是啊。怎么有人在浪啊？那个鞋滚在浪。大家每个人都在浪。你也在浪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在浪。赏给你了。好，我收到了，谢谢。问题再说了。行。因为我也忘得差不多。好的。李欣、阿南。
全部都跑来抓我，有够哭。那我仇恨值满点哎、欸，老哥，那也安呢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一个婴儿哭成这样子，不合理吧？我要开车了。开车吗？开车，开车！这不开不行啊！没事。嘣！嘣！哎呀，点哭，点错招，我点到一了，算了，没有二级大招应该还好吧。哎、欸，起飞，哎、欸，蒸发小法，盲僧踢出来吗？盲僧，他去吃血包了。这边唯一会玩的应该只有那个乌尔加哈。啊，你这样还够不到。我怎么知道他加一点走位呀、啊？好了、啊。蹦。走位。来来来，救你了，来救你了。一者从哪里？一者从这里被打回家里耶！我快笑死！枪毙！冰女被枪毙！血鬼死去！是吧，队友？再等一个红宝石。谢鬼好烂，谢鬼！我再等一个红宝石，可以是红水晶，燃烧宝石就可以制作好战者。哎、欸，现在改成好战者一千一耶，差小、啊。你不知道，改很久了，现在差小啦，以前是三千呢，啊，一千一是怎样？太强了吧？我还没看出来。回来啦，干你拿智障哦、喔！你又没出好战者，你在那智障啊、喔！要不要被踢出来？对面李靖不会玩，相信我，他不会踢我出去。啊，不会就算了。嘣！嘣！哎、欸，闪现，还敢闪现啊，格雷夫！格雷夫看起来会玩呢、欸，但是操作就是烂点。血好多，三千五。谁要被拉进一名战车里面？哎呦，大头、欸！哦、是大头，一走嘞、欸。给你洗伤害啊！给你洗伤害。嘣！一，都飞进去了。嘣！起伤害！他塔都不要守，他塔都不要守，我看他怎么清。我已经在起伤害了，没看到我在送吗？有，我看到，送得很棒。
插一下。开车吗？开车吗？我可以开到那里吗？可以开吧。开不到，我开不到那里。还要再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开车。海哭，嘣！哎、欸，一泽就针对你。哇！哎，我不要猜，不要猜，不要猜，不要猜。不要猜啊！干智障啊、喔！哎、欸，我好赞哦！哦，不要猜啊！哦，很想赢，很想赢这些人。妈的，虐菜！S 啊，朋友 S， 谁不是 S 啊？有人不是啊？我换个账号。谁啊 ？I don't know。好，我也没看到。闪电挤挤，好，你有看到吗？我邀你了。我发什么？哦，你死我活是不是？那看来需要一个单挑脚，感觉要玩单挑脚，好烦哦！我就想玩小丑。啊，单挑脚，单挑脚，看来不得已了，我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剑了。杀手剑士，我也不知道，完了。
连自己杀手锏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看起来这场是赢定了。看，好，我敲错有被 ban 啊，没事啊，对面也会 ban， 那我就放心了。单挑小是吧？我看看啊。嗯 ，Bastery。啊，刚刚智障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夜曲夜曲，我有夜曲的新造型。那、我要玩什么？看一下。超帅。不如叫欧拉夫吧。不要吧，欧拉夫。来不及了，好烂！准备谁？一大师是不是？那个墨菲的造型好帅呀！啊，甜甜，我需要那东西，我需要那酷酷的东西。没有开玩笑的，甜甜，我现在不需要。我那我要传那个甜甜的梗图给你看。甜甜，我传给你，我最近看到的。我想换一台电脑。可是现在主电脑太贵了，现在太贵了，而且显卡还没降价、啊，显卡现在那么有降一点点，没有还降一点点，没有降那么多了、啊，应该还是要应该还是要等到一万块吧，我觉得一万块吧，就应该还是要等到第三季底。要等那种开学季的时候再买就好了，那时候会有优惠。哇、哦，这造型好帅哦！你看这造型，好帅，太湿了。来看一下他回家，啊，一样烂，好，一样飞。战斗陀螺，战斗陀螺，你用用坑坑坑坑坑坑。好，你打这个，我打这个。因为我打这个比较快一点，可以回起。你就从这里，你从这里丢斧头来这边，有没有？完美、欸，牛逼！然后再拉回来，我把它拉回来的。完美。来、欸、丢，为什么丢？拉回来啊，靠背啊！来，哎、欸，拉到中间啊！拉到中间，拉到中间。没有，我这个一圈完美。拉起来，拉起来。干！你拉到那个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动了，你不要动了，你不要动了。好，差点就走，差点就走。恐惧。哎、欸，他们在吃，赶快，赶快，不要中，不要中，不要中。哎、欸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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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不是在搓？哪里？我以为你要说吃河蟹、欸，哭哦、喔！
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哎，干你好烂！好好好，乱到他们就好，乱到他们就好。对对对对，我干，他应该会死吧？打打打打打打！哎呦，有闪！好，干你好烂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干！哎，他死了。你那个闪 Q 是啥小？硬要、欸！吃红，我要去吃红，快快快，赶快来吃红！为什么不能买鞋子哭？赶快！送送送送送，赶快！哎，有，赚了！我们等下单挑神脚，嘿嘿嘿嘿！来，谁？擦眼，没眼。我去了。没事，你可以的。哇，你不行！啊，你可以，Double Kill， 耶、yeah ！你好烂，爽了、啊！跳的我还吃河蟹。其中一个人被抓进去小房间里面就死了、欸，完了死了，没事，哇输了，被烧死啊啊！妈、啊，早打不打有大人不行，真的，看来这把是输了，干这个哦，这真的很烂呢、欸，好烂哦。他现在可以快快吃河蟹，他怎么不可以干？对，是杀蟹。干成这副德行，你在干嘛？看有没有点到。没打，肯定是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哇，踩点一大师。加鲁怎么死了？加鲁。我已经不想理他了，他真的妈菜到一个不行。嗯，没死过。没死过。哎、欸，来救！哎、欸，好了，刚才要闪，撑不到哭，这个默契，
先杀莫菲特。我刚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退了，干，白痴哦、喔！你要打，你就直接先开大打，你不要等什么东西，然后再开大，这样超烂的。好了好了，退了，中路。恐惧，对，这就，要回来回了，该回了。等下直接打团。提莫呢？提莫。好吧。打。懂完。哎、欸，先砍他。砍小法就对了。哇！分子。没事。可以。砍小法就对。快！水啦！我牛的一匹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吃红啊！你不吃红、啊？没有、啊，我买个装。发财啊，朋友！感觉真的发财，你刚好开到大、啊，你没有被控场，超爽啊！好小啊！哎呦，阿狗买一送一哦，买一送一！哎、欸，吃！哎、欸，哭！他太痛了吧！哎、欸，就！拉回来打！你去打他啦，靠背啊！还子，砍他！啊！我要去自然，我跟谁？看人打，不行了！太舒服啦！好了，回家。你不回啊？回啊！怎么不回？他们下塔都爆了。所以我们刚刚哦，我们是聊哦，看我们回血能力比较快这样。我们有水龙的特性。没东西可以吃了。看有谁可以杀、啊。我没人可以杀。他们都走一起了。哎、欸，河蟹。他们都走一起杀小、啊，太贵了吧？雪橇哎，来啊，有种就来撞啊！操你妈啊，不是很会？吹波气！哎，欧拉夫好强、哦，走路强欧拉夫。好啦！跑了吧，干在还不跑了吧？哎、欸，干！哎、欸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
该会复活，不害怕，不担心。没有，没复活。没事啊，凯撒直接上去啊！哦，干，这凯撒真的是菜，干干嘛不敢打啦？因为只剩他一个人，他害怕。不要怕啦，凯撒，打啦！哦，干，打了，他是菜鸡，你随便打都赢他。打啦，凯撒！干他妈菜鸡！啊，吃吃龙，去吃龙都。好，去自然，去自然，去自然。啊，这个我不想吃。没钱。就是，来，敢直接船就跑了。妈，我们蓝种被吃掉了。没蓝。那只好吃河蟹了。哎，刚他们有复活甲啦。鸡掰哦。有 GA 是不是？打不赢了啦，我要去吃那个预示者了。欸，他们会赢啦。哈哈哈哈，干嘛又怎么了？好，哦，没打到赢，我原地站呢，你奈我何？把我拉进去还奚落我，还自打不赢，好菜。根本疯狗本人欸，剑神杀神欸。好了，我们接去开车吧。点够了，点够了。哎呦，他的账号怎么那么可怜？他有11个宝箱，但是没有一个钥匙。可怜。